丑的，然后穿这件衣服丑的。他们说就要看你丑丑的寻衣。嗯。把它分享出去，分享到哪儿？分享到 QQ 群。来来来，分享 QQ， 二号。我分享出去了。看得到啊。你能看到我吗？能看到我吗？有人，表弟说特别卡，真的卡吗？看得到啊，挺好的。呀，这是拉的时候。啊。还要抠嘴巴，也好严重啊。然后我穿的这么丑，穿着一身的军绿色的雨衣，看不到吗？今天探险哪儿？这个岛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罐头尸骨罐头，然后有那个很多坟，还有那个坟上还有盗洞，然后还有一个充满了经幡的林子，很容易鬼打墙。谢谢大家好。表哥来了，表哥没有来，眼睛好了，眼睛特别好，嗯，已经好了。对，就是那个人的尸体啊，被挖出来之后，然后重新装到一个就是那种罐子里面，大罐子里面，对吧？你们知道吗？几个人？今天三个人。今天小雨到了，尸骨，对，就真的是人的尸骨。但是呢，那个罐头，那个尸骨罐子啊，我们只能在那个水面上，就给你看一下这个水面，因为那个尸骨罐头全部都被水面淹没了。来给你们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环境，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边的环境，这岸边。这个线就是绑着两棵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是我们上岸的地方，我们当时那个船就是从这里上岸的。然后你知道那个尸骨罐头在哪儿吗？你们看到那个那边有草的地方，草的地方它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很大很大那种罐子。然后是怎么着？这个岛上不是有很多的那种坟吗？然后大家在那个开发这个岛的时候，然后把那个坟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那些尸骨是无人认领的尸骨，怎么办呢？就拿一个罐子把那个尸骨，就是人的尸骨，全都装到罐子里面去。你们看到看那个草里面没有？那个草，那个中间有那个水草的地方，那一块就有一个大罐子，可惜现在被水淹没了。然后得爬上这个树，得爬。表弟现在给你们爬树。得爬上那个树才能看到那个罐子，但是那个手机不一定能看到哦。表弟现在作死，要挖尸骨。我们现在遍地都是棺材。现在我从事的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工作，你们能看到吗？那罐子就在那个草里面。能看到吗？那一堆草下面，我这里看得明显有一口罐子啊。你们下面看不到对吧？一点点轮廓，那就没办法了。难道要表弟跳进去然后跑下去拨吗？反正 iPhone 7好像也是防水的对吧？你别拿我手机试。还有人叫我直接跳下去，我才不敢。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站的地方，看一下左小雨。哦，树枝好像要断了，我听到嘣吱嘣吱的声音了。你小心点。好。八就是。哦。哎。让我跳下来。你跳跳跳跳跳跳跳。你要作死的人。上天不管作死的人。树上是啥？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已经下来了。嗯，有人头晕，真的吗？你那个灵觉好敏锐哦。现在这边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岛对面这个岛，看见那红房子没有？就是上周我们去的地方，就是那个有很多羊骨头的那个岛，看见没有？啊，那边这个点好像有人在岸边垂钓，有人在岸边垂钓。这次三个人来给你们看一下，卓小雨，小雨，
然后表弟，还有我，我看着小，对，我们在对面岛，我们在对面岛，我们每个人都穿着非常丑的这个雨衣。我没穿了，就你穿的。你为什么不穿？我不穿的。我还是要穿着，我还是要穿着，我怕我的那个，我怕我的那个衣服沾上全是刺儿。来，我来辞吧。你好，我把这个。这个给你，表弟今天穿得很正式。对呀、啊，表弟是来相亲的。罗小雨，你可以实时的分享一下吗？分享的。小红帽有点慌，小红帽不慌啊。偶像包袱重，我没偶像包袱，都已经被你们毁成这样了，好不好？不唱歌了。这边的树、啊。这边的树你们看见没有，这边的树它其实如果那个夏天的时候，就是那个潮水退下去之后，就是夏天的时候，这边的湖水会退下去一大截，会拿去灌溉那个农田。退下去之后，这边的就是那个下水下的泥土就会露出来，夏天你们过来就能看到那个石谷的罐子，然后冬天就看不了了。嗯，小雨有点胖。对，小雨有点胖。他说你有点胖。我很瘦的好吧。你屁股比较翘。电筒你要哪个电筒？这个我不认识啊，这繁体字送的那个女朋友，给你送了一个女朋友，小雨，走吧，你在前面开路，走吧。开路先锋，真仪大将军，这是我们的真仪大将军。谢谢 WYI 英大送的皇冠。现在我们沿着湖走，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马蜂窝。这是马蜂窝呀。对，这是一个马蜂窝。这不是牛粪吗？这是马蜂窝，哪里是牛粪啊？这就是马蜂窝。是吗？对。好吧。哇，你的电筒。谢谢飞西送的男朋友。那走。下又也给你送了女朋友。给我们送的。嗯，先往这个下面沿着走一下嘛，看一下有啥。我们刚看。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即将要去的这些地方有多么多么的恼火，看一下这边的杂草，看到了吗？这边的杂草，然后这边就是湖，湖对面就是我们上次去捉死的地方。小雨是你的对吧？小雨确实是你的。如果这个林子里面突然钻出来一张脸，会不会特别可怕？走了，往前走。这个点好像没什么人啊。探险到极点，要把这个岛给你们带着你们逛完。这是一个荒岛，上面没有一个人，除了我们。连房子都没有，这里连房子都没有，这边只有坟。你刚刚看到那个棺材板在哪？前面是棺材板。反正帮我们分享一下吧，帮我们在朋友圈啊 QQ 群里面不停的刷一下这个直播间好不好？给小雨个正面，来，小雨转过来一个正面。看到了吗？小雨不说话，来，你说话。大家好，我是左小雨。新朋友大家好啊。他比较害羞。对呀、啊。小红帽有点路痴，他本身就是路痴啊。这边的林子里面全是经幡，待会带你们去看一下，全是经幡，就藏族的那种，就是经常用的那种经幡，你们知道吗？就是黄黄红红白白的那种，然后上面还有经文。那走。全蛋说话好逗啊，就是这种风格，你们知道不？对啊，不是谁叫全蛋啊？红红白白是什么鬼？我们也不知道什么鬼。现在先走着，然后带你们去看一下棺材板子，你们到时候要说一句路过，知道不？
我鞋带掉了，我两个鞋带都掉了，好诡异啊！给你们看一下，两个鞋带全部掉了。你敬你的，敬你的，敬你的。来，在哪个岛上？在上次我们去的那个岛隔壁呢？隔壁岛，他们都不想穿这个雨衣，只有我一个人怕刺，所以我一个女主播，我穿上最丑的衣服，他们都不想穿，没有办法。现在没关系啊，我们丑。这个岛有很多传说的。这个岛听那个船老大说，他们有一次就是在游泳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下看到了一个就是白森森那种头骨，你知道吗？人的头骨就是冒起来，就是冒在他们眼前。后来才发现那个头骨是从一个罐子里面出来的。那个罐子就是以前他们就是把别人的棺材挖出来之后，然后把那个尸骨重新捡起来，然后埋藏的那个罐子。所以这边岸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罐子。然后我们来之前还有个道士跟我们说，这边的经幡是曾经有人就是过来就是做过阵法，然后封印这边的什么东西的，但是具体是什么东西我就不太清楚了。所以这边的背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前面的路。他说我这个充电线不适配耶，为什么？我朋友都，你女朋友不会叫你全蛋是吧？对，谁会叫我全蛋啊？这么帅的蛋，我不知道什么这么帅的蛋，这么帅的表弟。那个棺材板子呢？对啊，我们刚刚还踢到了几块呢。我刚刚直接把它给踢破了。明明是我们把上面的土给蹭没了，好吗？就在前面了吗？不知道啊。我想你走过了。应该走过了，走过了就回来带他们看吧。先去看那个墓地。那个坟洞，对，那个坟洞，小红帽背的是，从这边走吧，好走一些，那边有点难走。那坟洞不就在上面吗？从这里也可以上去啊。可是上去你还得下来啊。不用下来啊，这是一个坟包，你们看到了吗？我们现在正对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坟包，我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坟。它上面的石头是全部垮下来的。路过，勿怪。借道通行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借道通行，见怪勿怪。我现在在磕头啊，所以说你们看的镜头是晃的。现在的这个林子里面全是树叶。你们看一下这个树上全刺。不是这个树。这个树，这里就全是刺了呀。全是刺，根本没办法接力。是啊，天慢慢就黑了，这边黑得很快的。你知道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吗？看一下这个地方，全是刺儿。我不想去那个那里，说实话。看一下，一不小心毁容。对的。下面才多。话说左小雨，你毁容应该跟美容差不多吧？来，给你们看，你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洞。你拿着呀。我为什么要拿着呀？你拿着去拍呀。我在这个洞里看到一个人脸。你在这个洞里面，小心，这个树叶很滑的。你要是撑在那个刺上面，就直接毁容了。我就再也不用播了。对，从此团队再也没有你。很大一个洞。这里是一个坟。这里是一个坟，然后里面是一幅石棺。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清理一下吧。打扰。你们俩去。抱歉，打扰。来，你拿着。我拿。路过，那个我不是在微信群里面说我在这里看到一张脸吗？在哪里看到？就是这个洞，小心，这个洞看见没有？这个洞里面有一张脸，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他们现在把这个树拿开，我们现在作死了。
我们现在把那个手机伸到洞里面看一下，那个洞里面有什么东西。来，小红帽伸吧。我不敢，你伸，你伸，你拿去。我跟你说，你要是敢把这个手机给掉进去的话，你就爬进去拿。我跟你说，爬进去拿我可不敢。叫他们说路过，打扰。说路过，借过。这里很明显就是一座坟。嗯，这就是一个坟，那边也是一个坟，你们两个道。你把我脚给。我帮你。OK。准备好啊，给我来一波礼物吧，我要五尺一下。给你们看一下盗洞，这个坟应该是被人盗过的。看这里面的这个石头没有，它里面那个洞穴特别特别大。给我来一波礼物，我就把手伸进这个墓穴里面，好不好？贴了，真的是带直播盗墓吗？这确实直播盗墓了，先把这里的草给弄开，好不好？你还把草用那个棍子吧。哇，什么？好深啊！直播盗墓了，真的要。里面突然伸出一只白森森的手，那就尴尬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直接直播火了。来，小雨，用你的手把它给挪开。用我上面有。我们要把这个洞上面的草给弄开，这样方便我们带你们去看。上面全是草，你们看嘛，这个洞，这应该就是一个。怎么了？鸟的声音，鸟扑隆扑隆扑隆的声音。你要给我一个站的地方啊，不然我怎么去拍呀？你不小心你就会滑进去哦。对呀，给你们看一下这里面啊。这可以踩。表弟是要下去啊，你们给我来一波礼物。我不敢，知道不？又进不去。关注主播，而且主播带你们去看一下。而且我今天根本就没有带平安符在身上，你们知道不？玩命了，快点！你送了女朋友，哎，送那么多女朋友、男朋友干嘛？对啊。女朋友并不能保佑，来进去看一下，看一下。准备好啊！我拉着你。好。这是一个墓穴，你的吧？看到了吗？进去一点。我们今天没有带那个自拍杆。然后把那里给清理一下，用那个，来用那个电筒。那个用那个电筒呢？用那个电筒。小哥，你在哪里？妈的，直播盗墓！哦，这是一个树根，不行。树根啊。啊。不能把它敲掉吗？哎，敲掉了。敲掉了。啊。太作死了，我跟你们说，你们打扰别人的那个精修睡眠。看到了吗？啥也看不到。啥也看不到。看到里面了吗？墓室。哦，我当时看到了，搞不好就是那个蜘蛛网的那个反影。看到了吗？卡。妈的，确实卡，一靠近这里，就一格信号。妈。妈呀。你没连 WiFi 了。啊？你没有连着你的 WiFi 了。我没有连我的 WiFi 啊。我应该连什么 WiFi 啊？你连你的那个手机发送出来的 WiFi 啊。这个手电筒里没有充电吗？我感觉没电。好了，现在能看到吗？卡，都卡。卡吗？很卡。卡吗？掉了。进去。很卡吗？好了。他们说好了，看不到人。哇塞，我跟你说，靠近这个东西就。就是刚靠近那个洞，然后那个信号突然一下从四格掉到了一格，然后现在我们就连着一个移动的那个 WiFi， 然后移动的 WiFi 还可以。你拿着移动的这个给他们看一下。现在还是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洞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因为我刚刚在那个洞里面看到了一张脸，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哈。真的是作死还要作两遍，你们见过这么有良心的主播吗？这么敬业的主播真的是不鼓励一下太不合理了。来吧，准备好。你那张好，你那张好，你那张上啥都没有，看得到吗？看不到啊，看得到。看得到里面吗？他们知道吗？看得到吧。卡卡卡卡卡，你靠近这里，卡卡卡。哎，现在我腿都发麻了。那边还有一个吗？那边还有一个，去看另外一个吧。小心啊，这下面全是刺儿。拿着，我腿都软了。哎呀，
拍照拍了照的呀。哎呦，哎呦慢点慢点，妈的，这一退下去全是刺儿，这个应该不卡吧？太滑了，主要是。这里卡吗？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卡不卡？不卡。不卡了。把这里的东叶子给刨开。我跟你说，那洞里面绝对有东西。这里不卡。那洞里面真的是一靠近信号就不好，瞬间真是瞬间变卡。对啊，瞬间变成一格呀、啊！你知道这信号掉的有多么诡异？嗯，你直接用这个电筒，这电筒是两用的。哦，谢谢星空之上第一给我们加冕，给我们鼓励。下面又要给你们直播一个《盗墓笔记》了。这应该这肯定不是没有风，这肯定是一个盗洞，里面全是，里面反正就是石棺。你看一下，看你能看到不？但什么都没有，好像。里面空了，空了。那应该已经没有了。这里你们看得见了吧？你把你那个大的拿开。这里面，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这里是坟墓。里面啥都没有，看到了吗？妈的好深啊，看不见底啊。看不见底吗？对，看不见底，里面还有一个回廊。真的啊？哎，这里面该不会是什么地下的那种就是墓穴吧？就是那种墓穴啊，路过。接过，你还往里面看干嘛、啊、来给你们看一下全景，这里全是坟墓。一座，你进去还是能进去的，我跟你说。两座，三座，四座，有可能。五座。天黑完了，天确实黑完了，我们要继续带你们往前走了，走吧。还是先沿着这个走，对吧？嗯，我在想它信号的问题，我的手机是不是有问题啊？不知道啊。为什么你的手机信号是满格，我只有一格？我是移动的呀，你用的电信的流量卡呀，叫你连那个 WiFi 用啊，叫你连那个手机发散出来的 WiFi 要好得多。谢谢 MC Grady 给我们加冕。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坟包。走上去吧，没办法。好吧。路过，借道。虽然我们知道踩到你的头上不好意思，借道，借过。不知道，往下面走吧。盒子，谁把盒子挂掉了？往下面走，然后从这啊，就在小雨开了我。我现在感觉，为啥我的眼睛好像被蒙住了一样？我看不见屏幕刷的弹幕，你知道不？刚刚那个小洞里面，我看到了一张脸。我白天来的时候，然后刚刚一靠近它，又那个信号就特别差。他们说又卡。又卡。啊，好了。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刚刚自动加快，不知道啊。帮我们多多分享好不好，各位同仁们。往前面走，下去不是从这边走啊，你们往那边干嘛？小雨，你不要乱带路哦，你还是你吗？他们说卡不动了，什么情况？是我的手机有问题吗？不是，应该是他们的手机吧。现在用的那个呀，现在用的那个流量卡呀，连的手机发散出来的热点。好多刺儿啊，小心啊。重新进一下。你们是打算让我作死作三道对吧？天已经完全黑了。还有一点点余光。不要叫名字，为什么不要叫名字呢？有什么讲究吗？名字，我们也没有叫全名啊。对，谢谢呼呼呼一豪送的男朋友，哇，这个不是男朋友，是男朋友。谢谢星空之上第一送的女朋友，
谢谢燕柳送的男朋友，谢谢那个有两个佛手，中间是一串语音符号，后面是 BG。在哪儿啊？前面，好大一股腥味啊！水的腥味。对。可达鸭，哦，对对对，可达鸭。谢谢无所谓了嘛送的棒棒糖。小心啊，这个地方很滑、啊。哎呦，妈的，一说小心就自己就滑了。就在前面吧，我记得好像在前面。给你们看一下上次我们去的那个房子。谢谢无所谓了嘛送的棒棒糖。他们看不见吗？他们看不见吧，应该。太远了。谢谢无所谓了嘛送的60颗棒棒糖。小心点，我们都是特别的小心。这个地方就是船家跟我们说是小孩从这个地方掉了下去，然后留了一双鞋子。路过你不能用这个照，你得用这个照，这是一个小孩的鞋子，这边应该有小孩落水。小孩落水，路过，我们只是无意打扰。应该是在这里落水。无意打扰，不是有意。这边底下很滑的，就是岸边很浅，但是底下非常深，看见没有？非常深。然后岸边就是石头，石头过去就见不着底了。就是黑色的，非常深的湖，这边是。走吧。我们不是诚心的，只是路过，勿怪。谢谢善哉东南送的棒棒糖。多了这种洞，我不知道，应该是蛇洞吗？不是蛇洞吧？什么洞啊？别去看，万一真是蛇洞呢？里面盘着一条大蟒蛇出来，就把头给吃了。好多洞哦，好多洞哦。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白色的管子。谢谢 Air， 送的那个，我不知道，我英文比较差啊。也可能是你们英文取得太有水平了，我不知道怎么念。谢谢 啊，这个怎么走？你带了啥路？带你走下面吗？下面是下面可以走吗？可以走。是有飞机声。给你们看一下飞机。可以走啊。谢谢下送的胡萝卜。走上面。我们刚刚就走到下面啊。灰机，对吧？谢谢西葫芦的葫芦送的仙女棒。哦，我现在不能看屏幕，因为这里太滑了，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我掉下去没关系，还能游上来。我怕他们俩也掉下去了，我就要面临一个问题：他们两个，我到底要救谁？你知道不？哎，讲道理，如果他们两个都掉水了，我先救谁呀？小红帽，小雨，小雨，你还是有一票的，好不好？这是干嘛？这是我们在探访一个成都龙泉湖的一个另一座废弃的荒岛。如果不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探灵少女小分队。什么手机像素这么好？真的不停用水鸟。我要给苹果打广告吗？这是陈老师的，不是陈老师。这是小红帽的那个 iPhone 7 Plus， 刚买的。我衣服被挂住了。啊，休息一下吧，在这个地方。这地方全是坟，你要在这里休息。没办法，这座岛都是坟呢。可是旁边就是坟啊，你不记得吗？我记得呀，但是这座岛整座岛就是都是坟呢。那去我们刚上来的地方休息啊。好吧，走吧。往前走一点点。
现在我的这种担忧已经没了，现在已经脱离了这个地方，脱离了这个岸边，然后我们正在朝着一片林子走进去。话说我们怎么回去？我们叫了一艘船跟着我们，然后他现在已经回家了，到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给他打电话。好黑啊。他们问你的木头包包沉不沉？沉，特别沉。可是它防摔防坏，所以我一定要带着它。它也不会被，它会刮了几张很厚。我们怕不怕？怕有个屁用啊！反正都已经来了，再怕也要硬着头皮播完。表哥不是小雨，表哥比小雨帅多了，对吧？哎呦，戳到眼睛了。哎呦，哦，什么？有鸟，东西在飞啊。有鸟，鸟啊，好多啊。他们听，你们听到了吗？你们听到飞的声音了吗？他晚上没有方向感。你带的啥路啊？你确定你是开路的？我不是开路的，你不是开路的吗？我是说实的，我不是开路的。关键是我走的最后啊，我这种，我这种连阎王都不敢收的人。这要是跟丢了的话，就GG了。你带的那不是路吧？是从这边走吧？里面有很多鸟啊！哎，我的手都拿酸了，妈的，两只手不空。探龙泉湖干嘛？龙泉湖这边有很多很多比较有那种比较能播的地方，就是比较灵异的地方。蛇，小红帽脚下，别逗我了，蛇已经冬眠了，好不好？为什么只有2000多人啊？你们帮我们叫一波人吧，好不好？全是鸟。林子，这林子里面，这林子里面很容易让人迷失了。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关键是他不知道说啥，也很尴尬。你要想好路怎么走、啊。往前面走。反正我已经不记得了，这里面你转一圈的话，估计也不知道路在哪儿了。我们不是四个人，波哥没有来。波哥在岸上等着我们播完。来吧，小红帽，你拿着，然后看一下脸吧。我发现怎么没有人进来啊？怎么一直都没有人进来啊？哎呀，我的手机没有办法看呀。怎么一对三个人，怎么一直都没有人进来啊？其他人呢？又吓你们一跳。我把这个手机，我把屏幕调亮。吓死了！怎么会吓死你们呢？好了，可以看到我了。手机不要用没电了，不会的。有乌鸦在叫哎。我们听到了乌鸦的叫声，乌鸦是为什么？你把那个充电宝给我。怀念你的笑进来了，怀念你的笑，就跟我说这里是被封印过的地方。说主播漂亮的都关注一波，关注我们的号。现在主播在给你们作死，鬼在哪？鬼也不知道在哪。现在我们遇到鬼打墙了，不知道现在方位是什么了。给他们看一下嘛，这周围。给你们看一下。乌鸦一直在叫，你们听到没有？又走到林子中间了，全是林子，一模一样。
不知道往哪边走。乌鸦叫不吉祥。左还是右啊？不知道。往前面走，你前面河边走吧。不用。前面有一个，应该是对岸岛，有一个光。至少不会走迷宫。路痴是硬伤，是的，路痴是硬伤。谁走？表弟，你走前面，你走前面。你又准备叫我名字了，对吧？对。在外面一定要叫。走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他们聊天好了。路出来了，路出来了。对。确定吗？确定，你看嘛，这一路过去这么畅通。好吧，好吧，好吧，走吧。我把那个放一下。你把哪个放？乌鸦一般会在有死人地方出现。是呀，有人送我斑马，斑马，谢谢。哎，是这个，这里本来就是很多坟，特别多坟。然后这边全是死人。听到了吗？你们听到乌鸦叫了吗？我们先别走。你们有听到乌鸦的叫声没有？乌鸦的叫声特别可怕。听到没有？听不到吗？他们可能听不到。你们听不到，我们这边听得好清楚哟，就很多乌鸦在叫。哦，有人说听到了，有人说听到了。我们现在是往哪边走？太坑爹了！哦，你看见没有？地上的那个，你还要把它弄起来。你要把它弄起来吗？你不要弄它，这是经幡。有去过西藏的人没有？有去过西藏的人没有？西藏到处都是这种经幡。不是猫头鹰在叫，是乌鸦在叫。头上到处都是乌鸦在叫。你们听到那个乌鸦飞过去的声音没有？太可怕了。刚看到是黄色的，现在是蓝色的。蓝色的经幡全都掉地上，然后有人警告我们，就是突然不要，是不要动这些东西，说这些东西是阵法。要进这个阵法里面了，给他们照一下。现在看见没有？全是经幡，全是经幡。听到叫声吗？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叫声没有？不知道是水鸟还是乌鸦的叫声，非常的明显。现在带你们去进那个金幡林，那个全是金幡，听说容易鬼打墙，然后大家祝福我们不要鬼打墙吧。我把镜头切换一下，切换到前面去。哪儿？这上面全是经文，我跟你说。但是不够。你不要用你的，你不要用你的，是藏文的，藏文的。余光看这个。藏文的经文，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有佛像。都掉色了。这里还有佛像吗？还有佛像，哪儿有佛像？前面才有。有啊、这个好像也有。然后这里。这个，看见没？哪儿有佛像？中间呢？你们不要拿那个强光照。看到了吗？哦，有佛像，你们看见没有？有佛像。侧面的话要清楚一些。不要碰边，让你们都不要碰。算了，不要碰。这是一个布吗？小雨不信邪哈，小雨不信邪，光太强了。这上面全是经幡。你又带的啥路啊？完了，走不出去了。走不出去了。那边有一个亮的。哪有亮的？那什么？不知道啊。我去看一下。这地上全是掉落下来的经幡，这个阵法也不知道破被破了没有。我感觉它已经很久了。不是风，是鸟，是乌鸦扑棱扑棱扑棱的声音。哦，这什么呀？
这是那个银色的经幡，银色的。看前面城市，前面一片城市，什么人？金帆林，这是金帆林。这边金帆林非常多的金帆，上面全部都有那种就是藏，不知道是藏文还是梵文的那个经文，然后还有佛像，布上还印着佛像，他们看得到，非常可怕。就是你们说这个林子里面到底封印着什么呢？听到了鸟扑棱扑棱的声音没有？还有狗叫，应该可以听到的，很清晰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我也不太清楚。这还不是最密集的地方，这还是冰山一角，这只是稀疏外围的地方，里面更多。哎呦，我靠，好多！哦，全面是鸟，全是鸟，夜鸟。哦，前面是这。有人说刚谁动旗子了，回去拜佛去。小雨，我们俩都左边走。为什么左边走？我今天带福了，我带了。我没带。我带了呀。这边还比较新哎，就是灰尘比较多，有佛像。你们看到上面的那个经文没有？还比较清楚这个。看见经文没有？视角都应有对吧？这个还蛮新的，就是灰尘比较多。全部都有，经文非常清楚。还有上面还有画，红色、黄色、很多啊、蓝色、白色。啊，我感觉有点可怕。干啥呀？马上就要进这个阵法里面了。我们要进那个阵了，我们要进阵了。就非常多的。站进去给他们拍一个，来一个360度的大旋转。看着好刺激，我真是服了你了。来给他们转一下。给你们转一下啊！现在360度是有人故意挂的吗？不太清楚，感觉好像是一个这里在镇压什么东西。啊，给你们看一下。全是金帆，嗯，全是金帆。看这边。哪边？那边。那边金帆林子，我马上进林子了。金帆林，全是密集的金帆。啊，你们知道为什么一片就是林子里面，然后全是金帆吗？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这片林子的下方就是岸边全是孤坟，就是那种野坟，然后没有墓碑，全是坟墓。我估测这里至少有十几座坟墓。然后我们走在路上踢到了那个棺材板，棺材板就裸就是那个裸露是吗？不好意思，普通话那个说的不好，裸露在那个地面上，然后我们还踢到那个棺材板，我们把其中一块棺材板给踢爆了，然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还很作死，就跑去用脚去把那个棺材板上的泥土给蹭了一下，把它蹭没了，蹭没了之后，然后再经过了这个金帆林，那个白天的时候就在这里就是遭遇了一波鬼打墙，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走不出去，那个给我们刷一波祝福，谢谢你们，给我刷一波祝福，祝福我们今天能够平安走出这片林子，然后真的就是现在就是作死了，开始作死了，进去了。小心。啊，什么东西？我的妈呀，老子要疯了，真的。我们没有道歉，我们就很作死的跑去踹了一下那个棺材板，我们连道歉都没有。小心啊！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先过来吗？看这个马，这个马。什么马？啊？什么马？这个马，看得清楚吗？你不要用你那个光照，你的光太强了。看得清楚，能看见一匹马。嗯，我不知道上面的那个
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哈。反正有很多经文，这里不像一个非常吉祥的地方，你知道吗？因为这里并不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山，它旁边全是坟，所以我觉得这片的林子挂了那么多经幡，感觉真的像是在镇压什么东西。但是是不是的，就是咱们不传播那个迷信的文化，就有可能是别人在这里搞什么仪式吧。你们看一下这边的金帆林，你们要看啥？就看一下这个呀，四四方方的呀。哦，这边围起来一个方阵。对，谁要进去？表弟说他要进去看一下，他围起来一个四方形的，然后一个方阵。要我进去啊？你进去啊，我反正不进去。进去有没有礼物给我刷一下呀？你要说。你们确定要让我进去吗？进去的 Q1 给我来一波吧。我鼓起勇气怂进去，连坟墓都下了还有啥不敢的，对吧？还是有人啊，大家都说让你不要进去。别进去。算了，那不进。那就不进。有人想进，有人不想进。那就进去给他们看一下吧。还是有人想要就是看进去。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我这个人其实不太信邪。啊，表弟进去了，你拿去给他们看呀。我现在进来了，你们看一下，现在围着我周围的已经全部是经幡了。妈的，进来感觉有点眩晕的感觉，为啥？谁是因为转了一圈？你转了一圈，好吗，亲？反正我老鼠药都毒不死，你们牛逼！看一下这上面挂的是啥？不知道。全是经文，然后还有佛像。这应该是用来被镇压的，我真的头很晕嘞，不知道为啥。你快出来吧，你作不作呀？太作。真的进去为啥头会很晕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林子为什么挂了那么多经幡，你看地上全是的，全掉落下来那个经幡，而且它是那种反光布，你知道吗？照上去就闪亮亮的。转圈死，鬼来了，没有鬼。看哪边，哦，这边是垒起来掉的，很多都掉了。我怀疑这边应该挂了好久了。你看这边的那个破成什么样子了，嗯，非常可怕。这边也是马，那个马是什么意思？马不知道什么意思。有那个经文，反正我也看不懂，我不知道这经文是啥意思，应该是藏文的吧。应该是藏文的。转圈的吗？头好晕啊！表弟说他头晕了，作死，头晕了。表弟在这里。梵文吗？真的是梵文吗？不是藏文吗？有点可怕哦，这边。我们现在在一个就充满了经幡的林子里面，然后这边不知道是多少年前被人挂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幡，然后这旁边全是那个野坟，我们刚刚还贴了棺材板，所以现在正在这个野坟里面作死呢。不是野坟里面作死，我为什么说野坟呀？就在这个经幡林里面作死。这个经幡林里面不知道是镇压了什么玩意儿，反正那个经幡上面全部都是那个梵文的那个经文，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那个佛像。让我进的那个阵里面、给你们看一下那个阵，就是刚刚表弟去的地方。那边，镜头往那边移。就围起来了，有妖孽，哪有什么妖孽？走吧。我们主要是到处逛一逛。为啥还没走出去啊？不知道，快看我身后没啥东西。他身后是我、啊、没啥东西。妈呀，那边也全是。哪边啊？那边、哦、那边全是这个。这边全是的，是全是经幡。来，小雨进那个阵，那个大的小的三角阵，大的小的，哪有什么小三角？很多很多那个很多那种四方形的、三角形的那个，把它围起来了。胡说八道！一般这情况这里都有鬼是吗？
不太清楚是有什么东西，但有人说以前别人在这里是搞过邪教的那种祭祀的。邪教的祭祀。这样不是走这儿。不是走这儿吗？好像走到这个圈圈里面来了。走到哪个圈圈里面了？自己看吧。大的这个圈圈。走进来了。你们已经进了三角镇。哎，你不要吓人。真的是三角镇啊，你自己看。小雨在里面。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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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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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要吓人，不要吓观众，不要吓观众啊。我哪里走啊？关键是啊。现在是乱呢。现在是乱的，现在我们在找路，我们这个路有点找不到了，这边全是那个经幡。后面有乌鸦又在叫。说那个挂了不久的，你们看一下，这应该是挂了好久的，就地上不久。你看这个，你看呀、啊，这个残破的，看这地上叶子都盖上，地上腐烂的叶子都把这个经幡给盖住了。所以这个这边应该是挂了好久，都褪色了，褪色了。表弟说他头晕，要喝水。哪边？左边。你喝点水吧。我头真的很晕，不知道为啥。这边金帆的那个影子哦，特别像人，像人的衣服挂在那里，所以我们错眼望过去就有很多错觉，你知道吗？我要转换镜头了，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一二三，现在好了。那边你看一下，那个大图。说不让我进去，打啥广告啊？已经进来了，哎。现在我们已经进来了，没办法，就是今天就是要作这一波死，就是要作死。什么地方？全是经幡和坟墓，还有那个尸骨罐头的地方。嗯，我现在切一下镜头，为什么不听话？说我们为什么要进来？因为这边好玩吗？好奇心，好奇心，好奇心。看这个地方。有，现在有时候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卡，并没有卡。看一下这个。这是龙泉湖的一个荒岛，看哪？那个。哪儿？全是经幡，堆成了一个房子形。表弟忘记上次坐电梯了吗？你忘记了吗？我没忘记啊，但阎王都不敢收我。嗯，尸骨罐，有人说尸骨罐头好笑，那边确实有很多福建那边客家人习惯把那个骨头，就把人的骨头藏在那个罐子里面，然后这样就算下葬了。这边有很多这样的尸骨罐子，所以我就把它叫做尸骨罐头。嗯，但不晓得是谁会把就福建客家人的那种习惯就带到这里来，所以还是有点好奇哈。还是有点好奇。看这些帆。这边是成都哈，不是什么甘孜，不是什么藏区，但这边确实有好多经幡，嗯，好多，非常多，应该是前前后后挂了很多。他们说那个是新的，你带他们去那儿看。哪边是新的？那个是旧的。哪个？已经破成那个样子。只能说这边的那个。哦，你们说这是新的是吗？这不是新的，你看它破成啥样了？只是因为它破成这个样子了。不是真的话破，但是这块还有点新，这块还有点新。这里才是破成这个样子。它那个，它应该是分批挂上来的，它应该不是同一批挂上来的，我觉得。夹了很多虫，在外面的话可能就有用。你看这边的破成什么样子了？这都看不清楚了。哦，全成了烂布了。可能这个坏了之后失效了，他也挂一个新的。我们三个人，我们还没有走出去，我们现在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一波。那个荒岛的经历，我们有在微博上写哈。不清楚这个经历的人，不清楚前因后果的人，就去微博上看，好吧？我们的微博是探灵少女小分队。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加固，应该是几年过来加固一次。这个谢谢那个棉鞋路人王送出的棒棒糖哈。那个经幡已经挂得非常高。非常高，我现在头顶上全是的。看这个，哪个佛？哪个佛？那这个佛？哪个佛？这个你这张都会有。哦，你不要用那个哦。对，这里这经幡上面全是佛，全是佛。这什么？这是一个经幡林，经幡林旁边全是孤坟。唉，这里也不知道在镇压着啥东西。
我感觉这边应该是分了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前前后后这样挂上来的。因为有些经幡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旧，然后有些经幡看起来非常新，然后那个长度也不一样。那种非常旧的，就是那种特别长的，它基本上都已经零零落落成这个样子了。然后那种新的，就是那种短的，基本上就还挺新的。你看这种短的蛮新的，短的好新哦，我感觉是刚挂上来不久，真的。刚挂上来不久，那种长的，像那种长的就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旧。它这个应该是人家来，如果说这里真是阵法什么的，应该是要过来加固吧。对，我觉得应该是分好多批就过来，就是把这边的金幡铃然后换一次，然后加固一次。这边不知道镇压着什么东西，那个人好少啊，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咋知道这个地方？群友给我们推荐的，我们有那个探灵群。对面岛上的吧？对面岛吗？对面岛上的，在叫狗。狗一直在叫。在说那条狗，好像一条狗。这个挂着。现在，哦，给你们看一下。看这边的。这边的全是灰，这边的经幡已经掉到地上来了，估计是哪一棵树倒了，它掉到地上来了。嗯，不是啊，为啥这里没草啊？你看，为啥这里没草？没草叶子啊？哦，这边没有叶子哎，好奇怪哦。好像是刚弄的一样。难道是刚塌下来的吗？不知道啊，你看这边反正没叶子，应该这边没有叶子，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吧？下雨的时候把这个冲掉了。下雨吗？下雨只冲这一块吗？不可能啊，它这边全是叶子，就这一块没有叶子，这一块没有叶子。现在往哪边出去啊？不知道。怎么办？到边缘了吧？我们应该快出去了，然后到底那个路在哪边，然后我们试探着走一下。现在要踏过前面这个金幡铃，踏过去。嗯。开挖说开挖的挖不了哈，怎么走？靠脸谱，往前面走哈。我们跨过这个金幡铃了。我老觉得这个树枝会让我毁容。好多鸟啊！对，树上飞。出了林子去哪里？出了林子外面就是好几座孤坟，好几座野坟吧，应该算是。路在哪儿啊？你带路的呀？树，哎呀，这个树，我的妈呀！啊！他们说特别卡。可是我这边信号还蛮好的。真的是头撞晕。你真头晕啊！我觉得你可以，你回去拜一下佛吧，你拜一下表哥也可以。这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啊！啊，这头。这是刚来的地方吗？对啊，这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啊！你在搞笑吗？你们在搞笑吗？没搞笑啊，这确实是我们刚来的地方。我们的导航失效了。是把地图打开一下。哪有地图？你用百度地图啊。百度地图还是能看一下方向的吧。这刚刚那个吧，是不是？哎呦，我的帽子！哎呦，树枝，什么在扯我？树枝。蜘蛛网，小心！从这边走。哪边啊？这吧，这个毛线，这边根本就没有方向。怕！哎呀，你们，我现在怎么走呢？我现在怎么走呢？你们真的是乱钻啊，乱钻！
这他妈怎么走啊？这没法走啊，忍不住爆粗口啊。这又是来过的地方吧？不知道。这个镇四方镇。四方、啊、真的是这里吗？啊，对哦，我抓回来了。哪儿啊？又抓回来了。对对对，就是这，就是这个四方镇啊。刚才抓进去的那个地方。妈的！我操！这这这。往哪边走？走吗？外面是不是出去了？是不是可以出去了？你看哪边有灯吗？看一下。哪边有灯啊？那边也有灯吗？啊，对面岛上应该有灯的呀。哦，那边有灯，那边有灯。那是我们刚才过来的地方。那是我们刚过来的地方吗？啊。你确定吗？对啊。你怎么确定的？因为我们是过来之后发现这个四方镇的嘛，所以说我们应该往后面走。啊！老子要疯了，疯了，疯了，走不出去了。现在咋办？你们沿着一个方向走，我觉得你们在转圈子呀。哎，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后面啊！你们在转圈子，真的。不是，我们要多转一下，就看那段风景，看你又回到这儿了。你回到哪儿了？这个地方啊。什么地方啊？方向了。哎，我就是刚才我们走进来的那个地方，真的，这就好尴尬。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往哪边？妈的，没有方向。哎，地图呢？地图呢？从这边吧，应该是。啊？应该是这边。你哎呀，不对，刚才你不是从那转过去的吧？从哪儿转过去的？左边。下面吗？我有听到狗在叫。狗狗狗，冲着狗叫的方向走。这边啊？哪边啊？边你们一个一个想法，一个想法。哎，我真是好疯。把手机打开，定一下方向啊。哎，我手机没电了。啊。减少了吗？是吧？啊啊，对对对，是的，这是不是我们上来的地方哦？哎，太可怕了，感觉是我们上来的地方。这是我们过来的地方吧？对啊。人家都在刷路痴，真可怕。一群路痴，这里面全是金发，我就没见过一群路痴的，真全是路痴。哎呀，刚才的智商下线了。我们现在转这个金发林子，然后想转出去，带你们看一下那边的坟，还有那个就是岸边的那个头骨盖，然后那个咋办？有人说他想吐是吗？刘海长，刘海长了，你得回去剪。转晕了。核心好，你们念那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我们。要不要念？往那边走吧。头骨头盖骨，我们在路上看到了。我们好像转到了来的地方了。我们得往前走。就往这个前面走。往前面走。对，往这个前面走。或者靠边。我现在非常笃定，那往这边走吧。哪边走？这边。这边走，靠，往外围走啊。往外走。我们往外围走，不进那个森林。直播到几点？走完这个林子，看一下那个坟，然后就差不多了。其实这个岛没有上次那个岛，就是播起来那么好播，它就是麻烦，因为那个骨头罐子你们看不了了。骨头罐子被水淹没了。挂的是这样的东西吗？挂着啥样的东西啊？那个银色的。银色的。对啊。而且它竖裙是歪的。银色的，现在打扰也挂着银色的金帆，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啥意思。我现在这个鞋子也不好走，好烦呀。为什么这里面这么多灰尘？灰尘？哪有灰尘？你看看不见吗？这灯光下面，灯光下面全是灰尘。哦，人家说建国后不许成精，在长江边。
边边看看直播，在长江边边上看直播。武汉人啊，重庆人啊，穿的啥鞋？穿的一个牛皮鞋。好好带路，我请你们。我穿着一个有跟儿的鞋，我真的不好走。走吧，跟你应该能够出去了。这个好东西。啊？什么东西？什么啊？虫子呀？虫子。你真有意思，拿走拿走拿走。遇到奇怪的事情没有？其实就是在那个坟墓的那个盗洞口子，我看到一张人脸，然后其他的奇怪的事情。金帆林找不到方向，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因为这边全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现在我们沿着外围走，里面全是林，全是金帆林的，把这边屏蔽掉了。你看，那外边，哎，有说刚放学就马不停蹄的看直播的，谢谢你啊。小雨在前面，小雨在前面。灵异事件没有那么好碰，它只是有很多的巧合，你才能碰到灵异事件。不怕吗？三个人有什么好怕的？三个人不怕，一个人的话，一个人过来就要死了，就死翘翘了。我都是走最后一个。第一天的时候开路，第二次来我就走最后一个给他们护航。我就是一个女保镖，他们的女保镖，他们都是一群男宝宝，我是一个女汉子。就最后一个，我要什么时候不说话了，你们得提醒一下他们。我什么时候不说话了，我就是没烟了。网不好吗？网挺好的呀，网特别好。哎呦呦，走出来了吗？这金帆林的看见没有？啊？你焚了是吗？有焚了是吗？你们要坟头蹦迪，好，坟头蹦迪开始。2006年最后一次坟头蹦迪大赛。好好找路行。这边有坟吗？这里就是，下面才是。下面才是。哪里是？你看这个。哎呀。那个包没定好啊。包什么？没有背好。这个包太沉了，我现在肩膀推，哎呦！看一下，一座、两座、三座、四座、五座、六座。六座分啊？六座分。妈呀！一、二，三呢？三。那儿。这儿。六座。这什么山？这是一个岛，这不是山哈，这是岛。要走吗？走啊，你只能往前面走了好吗？就走啊，你走在这干嘛？我感觉这次的行程好短呀，对不对？我们播了多久？我们播了一个小时。哎呀！怎么了？帽子，我的帽子。这个坟看见没有？坟包包都是坟包包，那边也是坟，这边有六座坟。哎呀，我们刚刚借过我们刚刚这里是一座坟。哎呀，这里是一座吧，但我已经踩到他的坟头了，没办法。我的衣服他要把我留住，因为你踩了他的头，所以说他要抓住你的头。妈的，我差点毁容。快走，要踩着人家的坟。打扰，借过。这里也是一个坟，这里得踩着他的坟头过去。
表弟拿手机，表弟走前面，表弟走在前面。借过，勿怪。借过啊，借过。借过，你们那边也是，这不是坟吗？啊、嗯，那里才是，那也是一个大坟，那是个大坟，看见没有？坟包包。这里我们踩的就是一个。走，我们现在踩着一座坟呢，啊、嗯。借过，坟头还种着一棵树。借过，勿怪。真的就是借过，您这儿没地方走，全是你们的房子。他们说应该是坟，来给他们看一下，啊、是不是坟？你们看是不是坟？那上面。上面也是的啊，然后这边也是的，你走开，让他们看一下，就是乡下的那种土坟、土包包、坟包包，全是坟。有很多年代，你看这树都长这么高。都没有背的那种。走吧。对，都没有墓碑，太古老了。墓碑的话应该坏了，或者他干脆就没有墓碑，因为乡下的小孩在下葬的时候是没有墓碑的，这边搞炮葬的是孩子，就有点奇怪嘛。那种荒岛，这边真的是荒岛，然后跟外面交通只能靠船，不知道什么人会把坟葬到这里，这是一件非常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这岛以前没有人住啊，这岛上面一个房子都没有，你们知道吗？房子都没有，你们说有什么人住？啥人都没有。所以这边为什么会有坟？谁会把尸体就大老远的，就是通过湖面，就是坐着船，然后运到这个岛上来安葬？这个你们能理解吗？反正我不能理解，对吧？500年沧海桑田，这边的坟怎么着也不可能有500年。谢、啊，我当时看到这个树还有什么人影呢？走，智商。哎，讲道理，不是智商的原因哈，是那个晚上的话，你一个人就是几个人在外面，然后光影照出来，突然出现一个影子的话，真的会害怕，好不好？搞不好就是山路被水淹了。不，这龙泉湖，你们看一下龙泉湖有多大，龙泉湖非常非常大，所以这边不可能是山啊。吓你一跳，不好意思，小雨在我后面给我护航呢。现在切换一下镜头。看一下路里特别晃吗？镜头特别晃。修水库的时候被淹了。龙泉湖是不是一个水？龙泉湖是一个水库，说不准啊。一卡一卡，看得很蛋疼。哎，我们让船家几点来接我们来着？7:30来接我们。我们看到那个头盖骨在哪里啊？画面都没了，有画面呀。还有16分钟啊，16分钟，那个船家就过来接我们。什么呀？你看到啥了，好奇宝宝？好大个，好大个，就是海螺，这儿。嗯，好吧。这些东西都是田螺。那些棺材板呢？为什么晚上不见了呢？对啊，晚上那些棺材板呢？我们白天踢的那个棺材板子哪去了？这是一个谜。哎，我记得是从这边走过去的时候看到的哈。还有一个就是脑袋的那个骨头，全是垃圾，很多很多的垃圾，这边真的是特别脏。号召大家爱护环境，不要往湖里面扔东西，到了岛上之后然后把垃圾都带走，好不好？以后直播可用 VR 看就更好了，那当然。头哪？你们快看一块，就是残缺的那个头盖骨。你们不要用灯光照了，用我的。这个是头盖骨吧？你们看一下。你们不要照，就我。好，就这样。这是一块骨头，
那个应该是来自于头部，上面那个纹路很清晰，拿起来看看。拿起来。貌似不是头，不是头吗？是头啊。应该是个动物的吧？动物的。好像是羊的吧？不知道，反正是一块骨头，啥骨头我就不太清楚了。嘣嘣嘣，公公馆。那连骨头上的那个是不是都能看进去？下颚。对，就他们说是下颚，就是头，就是头吗？是头。看这边嘛，都是头，还要研究它。小雨，小雨表示他不怕死。哦，有海浪了，有浪，浪现在非常急。就我们动一下骨头。我们刚动了一下骨头，这个浪就打过来了。小雨作死，是的，是小雨在作死。如果我们死了，你们记得打110，打110抓他。对，感觉是头哎。画过窟窿，但它只是头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是那个骨头。湖和海连着，没有啊，这就是一个湖，一个大湖，非常湖。貌似不是，这边浪很大哦。好刺激！现在我要切换镜头了啊，不要被吓住。好，切换回来了。鱼啊，岸边有鱼。那个不是头盖骨是吗？那是什么呀？是这么的。堂主非要看完直播不可。嗯，谢谢堂主，非要看完我们的直播。对，潮汐作用不只是海里，湖里湖如果很大的话，也会起那个潮汐的。嗯，你王一婷说你也超喜欢探索。嗯，那你也可以就是去一些灵异地方探一下灵啊，对不对？现在我要走路，好好走路。掉进去了。掉进去，掉哪儿去啊？湖里面。小红帽爱我，嗯，我也爱你。太阳星君的力量还是潮汐来自于月球的那个引力，潮汐是来自于月球的引力哈。有叫声，听见没有？听见了吗？鸟的叫声，听见了吗？不知道是什么鸟，不知道是什么鸟，反正它在叫。嗯。现在怎么走？棺材板子，你还能找到那个棺材板子吗？直播到几点？马上结束了，反正这个直播马上结束了。今天只是过来做一波小死。风没有风啊，哪来的风啊？像夜莺是吗？不知道是什么鸟。嗯，下次还来吗？周六的时候，周六晚上9点，周六晚上9点，也就是这个月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跟大家直播那个请碟仙哦，各位，这个今年最后一天我们会请碟仙。嗯，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那个户外探灵了，今天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户外探灵，然后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会在那个一个风水很不好的一个就是房间里面请那个碟仙。明年的事儿，明年再，哎，人呢？人呢？这儿啊。请一年。小雨是直男，你喜欢看他尖叫没有用的，他胆子比我还大。碟仙是什么？碟仙你们不知道，碟仙你去查一下，碟仙据说很灵验。对，他们就是走到很前面去了，然后我一走一走看不见他们了。死过人的房间最好请啊。习惯的房间不太好找，所以我们只能找那种风水特别不好的，在墓地玩更好。那不如来这个岛上玩吧，这岛上全是墓地，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我们现在过来了是吗？我们现在啊太累了，我们的东西呢？我要把
那个板子给找出来，板子在那边。板子在那边，那你要拿过去找吗？这一块就是。这不是的吧？那不是。不是。这上面全是那些棺材板。龙泉那边有陵墓吗？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陵墓。卡吗？不卡呀、啊。是你的那个手机卡哈，那个我们这边信号是很好的。不是明天请，今天周四，明天周五，后天晚上请，后天周六，周六晚上9点我们直播那个请碟仙。嗯，现在就是那个最诡异的那个金帆铃已经带你们转完了，然后还有那个盗洞，那个坟墓的那个盗洞也带你们看完了。那个盗洞呢，当时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在那个盗洞里面看到了一张人脸，然后后来去看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是你们也知道，就是说每次看你们带你们去把镜头就是伸到盗洞里面去，然后就会非常非常的卡，所以那边的磁场是有一点点问题的。那个棺材板吗、嗯、你们要去看那个棺材板吗？要不要看？要去看就那个扣一，要看棺材板就扣一，好吗？要看都要扣一、嗯、行，带你们去看吧，带你们去找一下，给我们来一波礼物呗，或者加一波关注吧、这个、那我把镜头拿给表弟了，让表弟拿着。送礼物求不看，送礼物求不看，好啊，看看两方谁送礼物。看着我想笑对吧？想笑的我把镜头给切换了。表弟今天穿的特别厚，不冷。我估计你们两个路痴是找不到的，你又往那儿跑啥？这下面，在这下面。谢谢 MC Grady 送的皇冠。我堂堂七尺男儿，怎能被鬼神所附体呢？对吧？一个连死神阎王都嫌弃的男人。为啥我拿不晃？对吧？那小红帽手抖。帕金森你们知道吧？走前面啊，我镜头里面都没一个人影儿。好吧，红瓶子，那红瓶子，对，红瓶子在这附近吗？啊，掉粉了，掉粉了，关注我们的微博啊，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啊，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也行啊。我们这么冷的天儿跑出来对吧？哪呢？前面小红帽雨衣吗？小红帽是穿的雨衣。谢谢小紫菜关注了主播，谢谢二群的浩然。哦，二群的呀，二群的小乖乖们对吧？红布，对，找棺材板。我们现在就是在找棺材板。你给我礼物求不看，没关系，大家都要看的话，这么好奇的话，我又不怕。我们一群人都是不怕死才会来这些地方，如果怕死的话，就不会来这些很奇怪的地方，对吧？谁说掉粉了？现在粉不是增长起来了吗？好多垃圾。对，现在我特别斥责这些来这些地方玩的，然后不把垃圾给带走的人，这人真的没素质，很可恶。希望我们的粉丝，我们的观众们一定要注意出行，尤其是在外面，记得把垃圾给带走，传播一地正能量，对吧？说四川话好。又叫我说四川话了是不？四川话很多人听不懂，我就是怕四川话你们听不懂。这儿吗？啊，对对，这就是这儿。把你的光给拉开。到了，谢谢 GZIL 送的那个
皇冠。这个地方实际上挖出去就是一个，就是一口棺材。它是一块非常大的一个木头，然后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非常长。好土。就是要是我们带工，要是我们带了工兵铲的话，我直接把直播挖木。你真牛逼，你还直播挖木？我不陪你，你自己一个人，你自己一个人直播挖木，你缺德的事情。这边就是一块棺材，然后看见没有？这边的木头非常脆。你别把你的光给打过去。斜光，你们看见了吗？这个上面是草。这上面应该全是，你把那边，你把那边给撑开嘛，不然说我们在瞎掰，对吧？对。你已经把那个棺材板给敲碎了。年代有一些年代了。对，这应该非常久了。所以我们踩着别人家的房顶。你们可以看到吗？非常脆的那个棺材板。我们就是一群作死的人啊！我们的船来了。船来了，开关，开关，开关，我才不敢开呢。刚刚只是逗你们的，我们的船来了。我们准备回家了。今天是一波有点无聊的直播。你们刚好三个人，一个胡巴，一个胖子，一个杨雪琪。我是犀利羊没有问题，但谁是胖子？小雨啊，这好明显对吧？小雨是胖子对吧？什么时候成了胖子了？我才130，好吧。我只是因为背了一个包是吧？你的鼻孔太出戏了。我是胡八一对吧？小雨肯定是那个胡胖。我拒绝，王胖子，我拒绝认你是胡八一。请给我找一个帅一点的过来，比如像陈坤那样子的，我就认。你我不太想认。还要陈坤？那你睡他一晚得多少钱啊？对吧？我可是童子林潘迎紫，好吗？对，大金牙在岸上，大金牙在岸上开着车等着我们。就是。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尴尬？结束了，没有小红帽陪你们聊天，我没有他能掰，对吧？比我能掰多了，好吗？不是，你瞎掰的能力还比较强。不要小瞧自己，毕竟这是我应该的嘛。红毛怪在你身旁，我身旁没有红毛怪。红毛怪就是他自己，每次出来穿的一身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红色那么的喜爱。我就穿着酒红色的好吗？又不是血红色的。那也差不多啊，都是红色。说四川话来吗？说噻，你们也给我打四川话的弹幕吗、哎？你们的那个语音都在哪？表弟拜拜哈。谁在说表弟拜拜 ？MC Grady 那个。他走了吗？啊，刚来就结束，你们可以看我们的回放啊，对吧？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谁今天不吓人？瓜娃子，幺妹儿，厉害了我的哥，全单唱歌。昨晚上唱你们不来，对吧？那个堂主是小雨的粉丝是不是？堂主是我的粉丝啊。嗯，来。我把这个直接给你。干嘛？我有一句妈卖皮，不知当讲不当讲。那就别讲了。你还是不要讲嘛。大队长啊，也要走了，抓鬼怎么抓嘛？表哥不在，抓不了。主要是表哥不在，不然的话。哈马皮。口袋什么时候弄烂了？不知道。我们口袋不知道什么时候烂了。谁来动过这个口袋吗？被鬼给撩了吧？有可能哦。全丹，我的微博号。我不叫全丹，我叫表弟，而且我不玩微博。你们去关注我们那个，看飞机看没？小飞机？哪？UFO。看到。小分就是谈恋少女小分队。走，上船。我就梦见 UFO 了。四川话听着难受啊！他们叫我说的，不怪我。我还是切换成不标准的普通话吧。来，镜头给小红帽了。哎呀，还要多担心哟。
我们在干啥子？我们刚刚就，人家说四川话掉粉了，因为听不懂嘛。我们刚刚就带大家去探了一下那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那个荒岛。那荒岛上面有很多的经幡，然后旁边都是那种野坟，然后夏天如果潮水退下去之后，可以看到那个很多尸骨装在那个罐子里面。嗯，我们现在上船了。上船了，真的吗？哟，好了，你好，别动，知道了。我去，那个龙泉的东风渠是吗？龙泉的东风渠可以，下次可以去一下东风渠，但是表哥不在，我觉得我们去那边没有什么好玩的。表哥不在，我们去不好玩。看一下船长是吗？那我带你们看一下船长。船长。他们要看你。船长在这里。要你看这个放上面好像。现在是聊天时间。表哥去哪里了？表哥在家乡做法。天哪，好可怕呀！表哥在家乡做法。所以表哥没有来。东风渠年年吞人吗？有听说过，但是表哥不来的话，我们懒得去东风渠。等一下去哪里玩？等一下的话，基本上这个岛就逛完了。然后那个下次如果有人过来了，可以连着上一个岛和我们这一个岛，然后一起逛，这样的话比较有意思。不然的话，如果只逛一个岛的话，它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鬼船撬锁，打脑壳什么？我今天的衣服不沾刺啊，我今天穿着雨衣，我外面套了一件非常丑的雨衣，就我一个人穿着雨衣。然后刚刚上船的时候，我把雨衣给脱下去了。周六的时候我们会直播请碟仙，周六直播请碟仙，周六晚上9点请碟仙。哈哈，什么？刚进来的朋友请关注一下主播的直播间，在这里关注一下我。然后周六的时候我会请碟仙，我们会每周都去一个就是比较诡异的地方探灵。对啊，小红帽长得多乖，快关注一下我。上次公园探灵，哦，那孩子出现的镜头在多少分钟吗？应该是在前一个小时，前30分钟吧，还是哪儿？我不太清楚。西南交大的八卦镇晚上可以在那边楼里看到穿红马甲的女鬼，真的吗？讲道理有点不太相信。鬼船很诱人，可是鬼船被锁了，鬼船被一把非常粗的，然后很那个新的锁给锁了，所以我们去不了鬼船。我们也想去鬼船探一下，但是那个鬼船应该是有那个很重要的资料没有搬走，所以他把那个鬼船给封了，所有人都上不去，你们知道吗？所以不是我们不想播，是因为实在是上不去那个鬼船，而且它所有的主体都在湖面上，在湖面上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翻过去，因为会不小心掉水里面去。想看凶宅，凶宅有什么好看的？那种锁应该是有人有钥匙，但是具体那个钥匙在谁那里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至少今天是没有办法播了，等以后有机会吧，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钥匙拿到。北京城内81号已经被锁了，现在去干啥？现在已经直播结束了，现在在跟你们聊天呢。鬼船真的很多人影是吗？对，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人影，我自带光圈。是的，钥匙的主人应该还在，那个鬼船应该是有钱人修的。翻墙不可能翻墙的，那个你知道船是建在那个湖面上的吗？那个湖非常非常的深，你一不小心你就会掉进去，你怎么翻？谁有那个能力可以翻到那个鬼船上去？我真的是给你点个赞，你们都翻，我们不可能翻的，这个不是翻那个陆地上的墙。81号，哦，朝内81号，朝内81号，我们也不可能去啊，在北京嘛，对不对？没钱。金牛区文明路的
的凶宅，就是那个传说中被碎尸的那个凶宅吗？我有听说过。那个不敢去，太吓人。封门村不是已经被去烂了吗？重庆北碚鬼楼有主播去了两次，遇到两次鬼，真的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下次可以去看一下。嗯，就是那个北碚鬼楼吗？北碚鬼楼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去探一下。对啊，直播完了，播完了。今天只播了一个小时吧，半小时。没有，有半个小时时间在瞎聊。将来你们把这附近的都探遍了咋整？如果是这个样子，还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去国外探嘛，对不对？然后去那个外地探，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嘛。那个每周六的时候，我们会带来一次探灵的直播。平时的话，可能会给你们讲一下，就是很灵异故事呀，然后什么的。然后表弟可能还会给你们唱歌。早点回去。对啊，我们现在就是在回去路上。哎，师傅为什么不开船？再开啊。哦，好吧。谢谢关注我的小朋友们。表弟来一首。晚饭还没有吃晚饭呢，真的？封门村在第二空间，真的吗？封门村真的有那么邪门吗？但是那个现在还没有钱去哈，因为在那个河北，去的话我们几个人去那个开销有点大，等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再去好不好？现在没有办法去。平行世界是啥？平行世界就是异次元呢，对不对？给我们送饭过来，送过来确实凉了。我们待会儿回城里面吃。嗯，表弟快唱歌。怎么看我们的视频回放？我们结束之后，然后你要先点击我们的这个关注，你要关注我们之后，然后你就可以看我们视频回放了，好不好？关注微博，微博上面也有。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微博上也有。微博是探灵少女小分队。下次带表哥是去鬼楼，表哥忙着做道法挣钱呢，他不一定有时间陪我们一起去。我们也很想就是请表哥过来，可是表哥过不来。想听表弟唱歌，那表弟唱歌吧。没办法，他这个没伴奏。表弟唱歌没伴奏，这里没有伴奏，只能清唱哦。清唱没意思。他只能清唱。你们要想看表弟唱歌的话，明天来我直播间，可以进他的直播间，他有直播间的。花椒上。给我们赚经费吗？是什么意思？给我们赚经费是什么意思？表弟说话像你们班同学，真的吗？九妹，我们现在要回去了，我们现在要回家了。表弟直播间到时候会分享到群里面的呀，你到群里面去看呀。那就清唱，真的吗？清唱吗？不要，清唱没感觉。表弟不想清唱。表弟不想清唱哈，谢谢送的女朋友，谢谢 GZ 李送的女朋友，让他去一直播没有办法唱歌的，我唱掉粉好吗？现在只有1373人在看，好少啊。嗯，还有我去我的直播间里面，你们尽是把我的表情全部截下来做成表情包了。嗯，表弟非常不满意你们把他的那个表情截下来然后做成了表情包，这侵犯了我的肖像权哦，对吧？醉风染墨说会对我们不离不弃，好，谢谢。表弟唱歌人就多了，但是他不想清唱，这里没办法唱，其实真的主要是一直播没有办法唱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伴奏的那个样子。二群的浩然说很开心，全蛋说啥？我们现在车在航行在这个湖面上，司机的铃声响了。洛大雨分享了直播，谢谢。黄炯关注了主播，谢谢。嗯，表弟手机拿出来放伴奏是吗？什么湖？龙泉湖。要听我唱歌的去花椒，
要听表弟唱歌的人只能去花椒听，花椒它有那种就是点歌的功能，一直播没有，一直播没有唱歌的功能。我又没有专业的设备，又不能自己放伴奏。我现在把镜头交给表弟吧，我拿手举着有点累。打个光。不用打光，打光太刺眼了。你们要看我唱歌的，就去花椒里面吧，我会把那个链接分享出来，分享到群里面，然后你们可以去关注我一波，表弟我爱你，谢谢谢谢。我是会直接发链接出来的，表弟超帅，谢谢谢谢。吼出来不行啊，这个地方。你喜欢我的鼻孔哦，鼻孔确实比较抢戏哦，对吧？喜欢你的眉毛。我的眉毛也是动不动就可以跳动的，你看跳舞，对吧？6666又跑去接表情包了，我服了，真的服了你们了，知道吗？蜡笔小新是这样的吧，给你们做一个囧字眉。我的眉毛会跟随着我唱歌的时候跳舞，你们不信的话，我可以把我的直播间分享出来让你们看一下。确实是行走的表情包，对吧？你这样又有一大波截图了，确实有一大波截图。用哪个电脑？大的。我93年的。哎，鸡年好像是我的本命年哎。今年吗？鸡年。明年吗？对，2017年是我本命年。所以我要去买红内裤穿了。对。你为什么一直在扒你的下巴？卖萌嘛，对吧？好恶心。我们班四个行走表情包。我看完了你所有的微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只有1200多个人在看。对，现在应该是我们群里面的一群真爱粉们。这个用四川话念出来，预祝你鸡年大吉吧。如果用四川话念的话，就有点恶心了，对吧？真的吗？啊。怎么念？不要念出来，念出来太邪恶了。念。不念。你念。我个人是没有微博的，叫小雨出来，来来来，小雨出来。对着跟他们说的。大家好，我是小雨哦，群里面的，都没有认识我的嘛。表弟有智齿，表弟问你有几个智齿？我有两颗，都是冒出来了。两颗都是智齿。对，平时我都没怎么上镜的，我不是胖子好不好？我才130斤，哪里是胖子嘛？我看我胖吗？一点都不胖吗？真是的。我们班有4颗。表弟是四川，表弟是哪儿的人呢？表弟是哪儿的人呢？达州。达州。达州的。他说我脸长得比较圆啊。有点，一点都不圆，好不好？交给我们的老大吧，老大。不交给我，给那个，我关直播了哈，我关直播了，不想播了。看到了吗？应该。我关直播了哈，拜拜，拜拜。